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那我们知道说四约之剑呢是这个师徒系统，那也就是剑影远征老手帮新手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制哦。那新手的话可以自由的跟老手去借佣兵，那就不用在那边加好友啊之类的哦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，然后呢也不用去跟人家排队。那这个随着导师发布的这些奖励呢，新手也可以获得一些在升级方面呢很实用的这个资源哦。当然导师也会有一些回馈，像是头像啊之类的。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齁，我找到一个影片哦，他在介绍这个师徒系统非常棒，然后另外我发现了一个这个最强韩团的这个秘密哦。那这个最强韩团呢也是感谢天武的这个舅齁跟我分享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哦。Hi, how about you let me be your master? I have a 5-star Taylee, a Shamira, and a Zephyril. Feel free to borrow them. Pick me! I am in the top 10 for Arena of Heroes for the entire server. Me and my strong team can teach you a thing or two. Well, I can assist you with your daily tasks. I'll help you get lots of items and equipment rewards. Please, choose me. 哇，你看，好、哦，剑影远征这个导师，哦，个个都是，对不对？国色天香。然后呢，我在影片我发现一个片段了、哦，就是这边，好、哦，有没有这个女生？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右上方哦，看到了什么东西？最强韩团 Kill B Rose， 好、哦，连 ID 都有哦，好、哦，那我们来搜寻看看哈、哦，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好友，然后呢，我们选择这一个好友管理，好，我们搜寻这个 ID 哦。这个 ID 是，诶，我们就不念出来了吼，我们就直接用打的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好，就这个地方哦。那不但是呢，这边竟然会搜寻到一个这个752126 hater 哦，好像有人讨厌他吼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吼、哦，在这个地方。哇，49:5哈，进度49:5。那不管怎么样哈，先关注再说，所以是蛮有趣的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